那我可以追你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还一个人在这儿？而且，如果都分手了，那为什么我不能追你啊？没为什么，不行就是不行。所以你和他的故事还没结束吗？当然没有。哥们儿，你终于醒了。不是，等等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俩虽然分开了，但是在你心里，她还是你女朋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你这么爱人家，你还在这干嘛？真没事吧？我没事了。今天谢谢你们，你们先走吧。伤心了，我竟然单方面失恋了。你干嘛？这啥表情啊？走啊！刚才那句台词，不知道我们黑沙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做个示范？我想大家都很期待，对不对？遥控器给我，什么也没说，给我，你给我呀，在这，你给我，在这，给我，你让你自己过来拿。出来聊聊吧，安然。放心，工作的事儿。那我定地方。我俩现在已经是合作伙伴了，怎么就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吃啊？先看一下有没有想吃的吧。我不饿。老板，帮我炒一份方便面，然后五个串。好的，今天就点这些。加俩可乐吧。好嘞，稍等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正事儿？我听说你在查盖世近十年的收购记录啊。总得知道到底是谁在捣鬼吧？你有必要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吗？
我在解决问题。其实你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和大厂合作，买大厂的服务器，这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。你如果要再这样查下去的话，事情会越闹越大。你不想回来上班啊？和大厂合作，就是把时光男友拱手让人。安然，你应该很清楚，黑客攻击在这个行业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以你们现在的实力，人微言轻，很难处理的。要不这样，你交给我去做吧。哎，等等等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我就是给你时间，所以才单独私下约你出来。你要知道，你再这么耗下去的话，总公司一定会失去耐心的。我今天就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给你一点建议。你和黑鲨的事我已经听说了。等一下，今天不聊私事。您跟草莓好了。谢谢。来，我可以。了，真的吗？啊！真的耶，林冉，你们那个配音大神他长什么样啊？长得挺帅的，不过可惜喽。啊？好紧张啊！就快要出结果了，老天保佑啊！一定要保佑我们青鸟。今天什么情况啊？我怎么了？怎么不主动出击了？哎，是啊，导演。不是，我是说，我们努力这么久就是为了今天啊！你们都不紧张吗？话说，今年作品质量真高啊！我看这个蚂蚁公园。这个创意就非常好，对吧？咱们青鸟也不赖，好吧？风格不同，就是不知道评委好哪一口。隐月，我知道你迟早要回到原来的生活里。你那天晚上说的话，我明白了。你去喜欢你喜欢的人吧，我会把我的喜欢留给喜欢我的人的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为了我们的录音工作付出，一起期待结果吧。好。怎么样啦？吃了没啊？没呢。
第一次听到了风的心情。第一次听到了风的心情。水渗进泥土，是想念的声音。秋虫努力地忘记夏天，离别在轻轻地叹息。我陪你一起聆听花花草草的声音，感受你的超能力。我觉得谈恋爱很麻烦，两个人在一起需要磨合，磨合好了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最好的那一刻，总是会担心下一秒什么时候又不好了。爱情很重，背在身上很累。我遇见了你，我就下定决心要再好好的爱一次。我想得很清楚，安然就是我想要认真对待的女生，因为有她，我才能从封闭的世界里走了出来，变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我自己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觉得你有一个比我还成熟的灵魂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男朋友年月。我是你男朋友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安然，我想我们都应该抽出时间来整理我们一团乱的生活，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应该告诉你一声，时光男友被黑客攻击了，安然为了保护玩家的权益跟蓝生硬刚，被停职了。青鸟最近入围了动画大赛优秀作品的这个提名，并且在学校引起了广泛的热议。我非常好奇，作为导演兼制片人，你有没有什么心路历程可以和同学们分享？做动画没有捷径，干就完了。那么其实我还有注意到你们只用到了一位配音，但是作品里却有八个角色。对，那么我非常好奇这位神秘的配音是谁呢？哼哼，无可奉告。不过呢，你可以问我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，我会很乐意告诉你的。喂，演员在哪儿呢？青鸟提名了，晚上过来庆祝庆祝。恭喜啊。哎，不是，你那儿怎么那么吵呀？在哪儿啊？我要走了。啊？走哪儿去啊？我要回去穿我的马甲了。喂？小公主，你看这个动画短片是不是黑沙配的？
我们都觉得像他。请问茉莉小姐还住在镇上吗？我受人之托从海的那边来，要把一样叫做思念的东西交给她。只要我欠你的愿望还没完成，我就会一直待在你身边，应你召唤随时出现。不过你最好考虑一下要许什么愿望，别浪费了难得的机会。谁让你回来的？想走就走，想回就回啊！走的时候我送你，回来还得接你，我上那边欠你的吗？我是为了工作回来的。行了吧，你心里什么时候有工作？什么时候有过我江山工作室？你为了安然回来的吗？那难道还是为了你啊？作孽呀！我去。谢谢啊。同学，这本书你要借走吗？两本你都要借走吗？打扰了。不好意思啊。灾星猎人回来了吗？这不就是吗？刚还回来的。同学，没事，谢谢啊。希望这次你能借到灾星恋人。
这次我借到了，谢谢你。老师，我来还灾新恋人的上册。哦，好的。下册回来了吗？下册啊，下册还回来了，在书架上。谢谢。是喜欢黑纱，还是喜欢王子？公主不是王子心中的唯一，我更喜欢一直保护公主的骑士。我也喜欢黑纱。画得不错嘛，你不会是作者吧？能不能让公主和黑纱在一起？虽然我不是作者，但我相信公主和黑纱一定会在一起。居然是你，安然，你回来。原来你一直都认识我。安然，在学校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，那个时候我觉得你遥不可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靠近你，怎么去跟你说话，所以多年以后我再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对我自己说，这次我一定不能错过你。走在这段时间，我想了很多，越想越觉得不值得。我跟你从相遇到相爱用了7年的时间，我怎么能因为一点困难我就……你可以原谅我的不成熟吗？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而我对你的了解还需要再努力。你不管我，遇到这种事情很少有人能同时兼顾感情和生活，我也不懂你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你的付出。我没有勇气，我没有勇气去把你找回来，因为我很害怕，我害怕因为我让我们俩的感情再次受到伤害。
我们认识啊。快帮忙！我知道黑鲨这个名字的来历，出自《灾星猎人》这部漫画，里面的骑士就叫黑鲨。2015年4月23号，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，我在学校里第一次遇到了他。同学，我确实没想到会在图书馆见到他。这次突如其来的相遇，在仓促中结束，却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。2015年4月25日，遇到他之后，我开始期待去学校、去操场、去教室、去图书馆，寻找遇见他的各种可能，期盼着万分之一相遇的可能。那条走过无数遍的路，也开始变得生动。老师，还书，灾星猎人的上册。嗯，好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。老师，灾星猎人回来了吗？这不就是吗？刚还回来的。两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相遇。他们意外的在某个焦点交汇的时候，一定是因为其中的一条改了方向，换了轨道。像另一个时空的你，离开。2015年4月28日，
我从不是一个拥有远大目标的人，也从未思考过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但看着他努力的样子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让我很羡慕，也想拥有那种纯粹的开心。于是我模仿他的样子，开始找寻属于我的梦想。老师，我来还灾星猎人的上册。哦，好的。下册回来了吗？下册，下册跑回来了，再说家长。谢谢。那些所谓的万分之一的可能，最终变成了每个不期而遇的时刻中怦然的心跳声，变成了相隔几米时溢于言表的欢喜。那天他突如其来的回复让我窃喜了好久，仿佛我们之间存在了某种交集，某种莫名其妙的喜悦一直回荡在那个时光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种感觉叫暗恋。喂，嘉诚老师。哎，严月，有个着急的事儿，你想好这次配音署什么名了吗？我想好了，就叫黑沙吧。行，黑沙啊，知道了，拜拜。2022年5月20日，大概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久别重逢，所以才会有点不知所措，不确定自己的暗恋是否还在延续，不确定对方是否还是记忆中的那个人。但确定的是，这次相遇，我想让你认识我。安然，我叫颜月。老师，我想买下这两本书。同学，图书馆的书是不卖的。老师，这两本书对我真的非常重要，我就买了两本新的还给岳老师，您看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们图书馆书是有编号的。请您喝咖啡。不行。吃饭。不行。老师，这两本书我弄丢了怎么办？弄丢了当然要赔了。这是我弄丢的，这是我赔的。
谢老师。新鲜。谢谢